开始录了。来，那边说说来。开始录啦，你可以先开头没关系。你有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林。哎，快点去报名，快点报名。在抢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林。好，今天是我的片，是他。什么东西？哇塞！不，我要跑走。对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这样多少钱？我走也跑，我走也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难了。小心，妹妹，小心！鼻子都做，妹妹要吃面线的，等下会有卤肉饭的，妹妹要吃面线的。360。那个卤肉饭很甜，好吃吗？甜的，有那种肉汁出来的感觉。它就虽然它就叫做肉燥饭，这比较像肉燥。小朋友，这是你第一次来吃这一间吃墨鱼吗？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吃墨鱼呢？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吃一碗，吃完一碗卤肉饭吗？大概。大概。妈咪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你是第一次来这一间吗？你吃的是面线是不是？好吃吗？那卤肉饭算好吃的吗？那请问下次你还会想再来吗？那请问下次你还会想再来吗？小胡，小胡，看起来是不会想来的妈妈，还会想再来吗？这是我最爱的。爸爸的最爱是你啊！你要吃我吗？好久打快到42。为什么？你可以弹钢琴，可以打开。星期三才是弹钢琴啊！Thank you.
订阅我，爱上小白糖，然后点通知，还有朋友留言，还有点分享和留言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不喜欢吃这间的，你在底下跟小猴一样不喜欢吃这间的，你在底下留言哦。